一起来看今天的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高温25到27度，太武来一春日19到27度，三地门雾台马家16到27度，高雄的原乡地区12到26度，嘉义阿里山13到24度，南投仁爱鱼池水里信义9到25、26度，台中和平15到25度，苗栗南庄狮潭泰安19到26度，新竹关西尖石五峰14到26度，新北乌来桃园复兴17到25度，宜兰的大同南澳最高温27度，花莲新城、花莲市吉安最高温28度，都有一成降雨机会。秀林万荣17到27度，寿丰丰滨20到27度，凤林光复瑞穗21到26度，卓溪玉里富里最低温在卓溪11度，高温来到26度。台东长滨成功东河最高温27度，池上关山海端延平最高温来到26度，鹿野台东市卑南20到27度，太麻里大武金峰达人16到27度，兰屿23到27度，外岛的连江、金门、澎湖最高温有28度。